是孔刘哎，可以，宝妈一定会喜欢。这件是韩仲主持人非常有名，有穿上节目的一件毛衣。喜悦扭蛋机上面有不同的生肖，我女儿属龙，对啊，我女儿是属虎。喂喂喂，我要代替你女儿惩罚你啊！好，还可以跟小朋友多一个互动，有一个锤子，可以用那个把它锤开，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。每周六晚间8点，TVBS42台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再最后一张。整个清单里面，我最期待的就是汉正，就是这里。不可能哎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，连妈妈的放松都是要用这种刺激的方式吧？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沙滩，哇，这是我第一次真的体验到汉正木哎。每周六晚间8点，TVBS42台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